今天也比较顺哦，好像味道闻起来也比较香一点。这样子哈，你比较喜欢喝今天的茶是吗？嗯，这一款还不错。哦，是，这是我特地买回来的春茶。哦，我是 Stanley， 哦，是 Tina 的儿子这样。嗯，那其实小时候妈妈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女强人的印象，其实在工作上都还蛮能独当一面的这样。那最重要的是其实想法上啊，思想上也非常的时髦这样。那记得可能以前小时候朋友来家里玩啊，那朋友们给我的评价都是妈妈其实很时髦的人，那也可以看得出来朋友们之间那个羡慕的眼光这样。对，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其实妈妈除了在工作之余之外也培养了蛮多的兴趣啊，像是比如说茶艺啊跟插花之类的。那我觉得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熏陶长大，其实也蛮渐渐的影响到我的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啦。那像我目前就是从事设计啊广告行销相关的工作这样。那我觉得一部分应该也是妈妈骨子里其实有一点艺术的气息啦，就是从整个家庭的整个装潢布置下都可以感受得到。我是 Tina 的媳妇，那我叫静怡，那目前是在长荣航空担任空服员。那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的婆婆是一个非常见识广，然后很有社会经历，就是虽然才来一段时间，但是我婆婆也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然后加入这个家就是完全没有压力，然后我们也都相处得非常融洽。那相信未来就是在婆婆的带领之下，就是社内的活动啊也一定会举办得非常的有趣。今天来参加平花请协行，所以我先把这个矢枝把它占理把它弄好来这样子，再看看花朵的方向把它植入。学习中华花艺大概有十年的时间，那为什么会喜欢学插花呢？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忙碌，插花可以让我放松心情，二来我也喜欢美的事物，所以插花也可以陶冶我的性情，家里有一盆美美的花，整天心情都非常的开心。我是 Tina 的女儿，我叫 Rita， 我是发型设计师。哎，你好，真的是事务所。哎，我们要说好，目前是在家武汉人做的退休任务啦。但讲起啊，这七年，今年七年哈，我哋出去之后，我接了福伦所的所长啊，哦，希望哈各界大家朋友哈兄弟姐妹哈，能叫到支持起啊，哈，顺利来为太太啊父母安啦，哦，谢谢啦哈。新屋福伦社赞。我是 Tina。从事不动产相关业务，加入福伦是一个机缘，也因为这个因缘让我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这也是我这一生中除了事业之外最大的收获。虽然年近半百才与福伦结缘，但是加入精彩福伦永远不嫌晚，欢迎大家加入哦。